飞弹击中建筑物，伴随轰天巨响，只留下满目疮痍。乌克兰指控乌东城市哈尔科夫9号遭到俄军伊斯坎德飞弹攻击。然而，英国媒体分析，俄军的主要攻势似乎集中在东南部的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Я не знаю, какая-то сил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умасшедшая, что так человеком вот так вот. 顿内茨克这一处民宅也惨遭空袭，亲友只能够临时先用毯子盖住老太太的遗体，而他的孙子见状伤心欲绝，指控普丁的行径令人发指。不过随着战事旷日费时，俄军的耗损也日益严重。9号英国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大举调动各地的预备役部队，许多的新编步兵部队都是临时组织而来，大多使用的是老旧的装备，甚至得靠50年代问世的装甲车 MTLB 来代步，只能够安装机枪来防卫，让专家质疑能够在现代战场发挥多少用处。Жодної доби не припиняється жорстокі удари російської артилерії по Донбасу, Слов'янський напрямок, Бахмут, Авдіївка. Реально зупинити такі терористичні дії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зброєю сучасною і потужною。乌克兰政府持续向盟友请求提供更多武器支援，而为了助力乌克兰重建战力、扩大抵抗，英国多个训练基地正在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进行万人境外训练计划。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更特地前往视察。Absolutely.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is process, in the first phase, we will have trained 10,000 Ukrainians. We trained over 20,000 under the orbital since 2015. You know, training matters. When you're in a war and you're against Russia,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can be as best as you can be. And this is the process we're doing here. We're starting to deliver that. 英国当局表示，免费向前来受训的士兵提供所需装备，并且可以在乌克兰继续使用。训练就相当于英国陆军步兵28周正规课程的浓缩版，第四天就上靶场。首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士兵能在前线至少撑2到3个星期。而英国还指控俄军6月曾经以飞弹攻击受训者赴英国之前在乌克兰境内的集结地点，企图恶意阻挠，就是要避免乌国再有生力军投入战场。华新闻卢巧平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即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